无论我们使用化粪池还是坑厕，我们的无下水卫生系统进出的东西比我们大部分人意识到的还要多。 ISO 24521是一种国际化标准，用于改进效率并安全地管理现有的污水服务。通过准则改进工厂运营者、污水收集方以及污水运输卡车的卫生情况， ISO 24521为我们大家提供了更卫生的选项。